这个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。亲，你是怕我们进去以后我们就不再记得扁鹅环了？等我们回到三年后，天鬼会将他的一切抹去，他就会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，可一个人存在的痕迹真的能悄无声息的全被抹去吗？只要他的信念和使命在我们的心里，即便我们不再记得他，那他也是活着的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这个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，为什么想不起来呢？